哇，两个人左右手的摆拳，李璐秀的后手直拳，漂亮，他好会接住茶山。这场比赛是超乎了我们之前赛前想象的一场比赛。李璐秀在全场上的左右摇闪为姚晨的摆拳带来了巨大的麻烦，而且李璐秀在用自己的前手上勾和后手直拳的迎击。啊，是不是如果昨天是李璐秀打张大大，就打死了？